呀，得了这种病叫辛劳过度，满脑子想着怎么聚财，从不劳动，因此心会身虚。印堂这个地方哦，常常事情想太多呢，心都不会太开，这个地方就会一条很深的纹路。如果我们的肺出问题的话，通常心脏就会累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心脏的问题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